这儿等我，我去看看。 老赵，你们在看什么呀？啊，几位大人来贴了榜文。啊！哼，有看到通缉要犯吗？ 太史昭，字子胥，长安李氏，被李傕发现了，是因为天书的关系吗？阿兄使用天书之力救我，才被他们盯上了吗？是我连累了阿兄，而且我一点忙都帮不上，刚刚也。